吃过道奇车吗？无聊，试一试嘛，可好玩了。为了跟我置气，居然住到这种地方。我也不是跟您置气，我就是喜欢住在这儿，不能搬走。我不允许你住在这儿。你凭什么不允许啊？因为我是你爸爸。孙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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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。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你不想跟家庭条件太好的人爸娶了我妈，你还在这跟我装穷套近乎，还这样怎么羞辱我？什么叫我爸娶了你妈？你耍我有意思吗？我问你话，什么叫我爸娶了你妈？还来学校找我的人就是你爸。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滚回你自个儿家去，别再来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在他们这场婚姻里，我不是受害者吗？是你妈插足了我爸妈的婚姻，是你妈害死了我妈。对，是我妈的错，我妈是小三，我是小三的儿子，所以你还在这掰着什么啊？开门，开门。孙悦，你还真是欠你无比吧，他要做了个不起的，我没法扫地。起来，你要是不想待在这儿就滚回之前的学校去。说什么？我说让你滚回之前的学校去，反正我也不会去，没必要为了躲着我来这儿体验生活。冷静冷静冷静，别打了，跑，别打了，跑了，苏雨，苏雨，都到这份了，为什么我就恨不起来？我连跟他打架我都下不去狠手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昨天的置顶帖啊？是你干的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想。我爸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要把我最后一点自尊都践踏掉，你才甘心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人吗？不然呢？对，你说什么都对，就是。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就是想报复你。是不是你俩关系好？你这么晚叫我俩来，就为了夸我俩？道歉！道歉！今天晚上必须在贴吧给我公开道歉，不然谁也甭想出这门。原来我真的冤枉他了。